除了这麻绳，还有买别的吗？哎，就这麻绳，还赊账呢。要不是看在老林的面子上，我这麻绳还不卖给他呢。行，老李，谢谢啊。哎，改天到我店里吃饭去。啊，咱们走。谢谢你。哎，张姐，她是你儿媳妇吧？办事的时候。 肯定请您啊！哎，好。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张队，我辜负了您的信任。少废话，说真实的想法。 张队，这次我受伤之后想了很多，我当年立志进蓝燕，数次无缘，最后是您的信任把我带进了蓝燕，让我见识到什么是科学的救援。以前我一直认为我是最优秀的消防员，可来了这之后我才发现这不是最重要的。一支行之高效的救援队伍，不是一个人优秀，而是一个班，一整个队伍优秀。 这才是真正的蓝燕。嗯，蓝燕不是某一个地方，蓝燕是一种精神，也是一种科学的救援方法。我想明白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蓝燕20多年了。 你是少有的能够明白这一点的人，张队。其实我也有私心。李希成对吗？是。他比我年轻，也有自己的方法。这次如果不是我受伤，很可能七班就无法通过考核。 我多在这儿待一天，就可能会压缩了他能力的发挥，所以要回安定。是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想把蓝燕的方法带回安定，让大家进步更快。 老吴植啊，你就像他的孩子一样，他能带好你。你的申请，我同意了。张队，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，说，我想跟七班一起参加蓝燕消防技能优胜班的选拔，和七班最后一次全力以赴。我同意。 谢谢张队。店内没有明显的起火条件，两处起火清晰可见。这什么？两处起火点都有蚊香支架片，看来他是利用了这个。 两处起火点利用绳索导火，纵火的就是他。
木头，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。怎么可能？谢谢你，真好看。回来好，回来好。我申请调回安定。我爸暂时不会回来了。七班通过考核了。我想你。李希生很优秀，我的腿也好了。木头，我想你了。小东西，好久不见。喂，亲爱的，谢谢你这么用心的给我打扫卫生。不是我，是叶启恒。哎呀，难怪呢！我说这毛巾怎么都叠成豆腐块了？这事儿也就他能干出来。他呀，每个星期都会来一趟，一待就是大半天呢。好，我不跟你说了。好，拜拜。认真。谢谢你啊。谢什么？我的工作室啊。谢谢。这样吧，我有个小小提议。为了表达我对你的感谢，我这两天要请你吃饭。不管你多忙都不能拒绝啊。挂了。OK， 拜拜。操场集合。
同志们，蓝焰特勤消防技能优胜班选拔赛，经过上一轮的比拼，我们共决出了两支队伍，那就是钢铁班，还有第七班。但是啊，冠军只有一个，就看哪个班可以拿到。这个班呢，可以高高兴兴地去庆祝，好好享受你们自己得来的荣誉。剩下一个班呢，就要接着回去训练了。啊，好，我言归正传，同志们，能够成为蓝焰特勤消防技能优胜班，这是你们的荣耀，也是你们各自职业生涯中重重的一笔。那么这一笔要划给谁呢？我张晓峰说了不算，你们的本事说了算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明白。好，今天的比赛内容是什么呢？你们不是天天追在我屁股后面问吗？好，我现在就告诉你们，开始吧。前几天的比赛考的是团队协作，而今天的比赛根据你们各自班的人数来设置六项，你们每个人分别抽签来定分组的项目。今天考的就是你们各自班的整体素质，你们自己抽签抽到同一个项目为一组，两两比拼，抽签开始。第一项，百米负重出列。第二项，单杠减负出列。第三项，3公里跑道出列。第四项，单人拉梯出列。第五项，负重登楼出列。第六项，1人3带出列。下面比赛开始，预备。一比一，赢了就二比一，二比一，预备。七班加油，钢铁班加油，七班加油，钢铁班加油，七班加油，钢铁班加油，七班加油。有本事别跟我抄我呀，兄弟，赶紧拉！我去。二比二平了，现在就看他们俩了。估计叶启恒身体还没有恢复，要是输了就可惜了。可惜的不是他单丁素质下去，是这么好的丁要离开蓝焰了。张队长，您同意了？他的根儿啊不在这儿，更何况他是要给他带的人，留下更多的发展空间呀。李希成。完成，完成。报，准备完毕，准备完毕。好啊，好戏就要开演了，我倒要看看这个李希成啊，能不能玩出什么新花样来。是。预备，开始。
下面我宣布，获胜者是七班。班长，这人也齐了，菜也上了，你给大家说两句呗。哎，叔叔，你要理解一下咱们班长啊，他这不是刚刚才从医院回来吗？又重新接过了七班的这面大旗，他紧张啊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我们家启恒紧张不紧张，我心里最清楚了，是吧？我们不清楚啊。真真，我觉得还是西城说的在理。我们班从吊车尾到现在第一名，得多亏了我们班长还有西城。行了，今天把大家聚在这里，除了庆功之外，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想跟大家宣布。什么事儿？求婚？班长，真的？你要求婚啊？哎，你真要求婚啊？哎，你这样不行，你知道吗？你下次求婚之前跟哥几个说说，我们帮你出出主意啊，东西呢？行了行了，你们都严肃点。你们班长要说的事儿，不是这个事儿。啊，不是这事儿啊。我呢，从明天开始，我就申请离开蓝燕，回到安定。今天呢，就跟大家道个别。班长，有什么事大家一起商量。哎，你听我说完。我能来到蓝燕跟大家一起共事，我感觉很荣幸。咱们班呢，从垫底的倒数第一到现在，争取到了蓝燕优胜班的荣誉。我觉得咱们每一步走的都很难，但是咱们每一步走的都很好。能认识大家，我特别满足。班长，可不可以不走？你不做班长，我们也成不了优胜班。牛萌，坐，坐下。我的情况大家也都看到了，无论是从体能，还是实战的素质，我都跟之前那个我没法比。现在，如果我再带领大家一起出大型任务，不但帮不到大家，还会成为大家的拖油瓶。西城，咱们俩一块从安定来到这儿，经历了多少艰辛，咱们俩心里都清楚。看到你成长成今天这个状态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但是你别骄傲，好好干，别给我和吴战丢人。班长，赢了我一次就想跑，你自己不丢人啊？哎，坐坐坐坐，来，你坐坐坐坐坐坐。我班长，快快快，我坐这儿就行，就是你行。哎哎哎，来，这不合适。坐吧，坐吧。不好意思啊，嫂子。哎，老叶，你什么情况？中队长不和我说，你就打算这么悄无声息走了是吧？王疯子，我人虽然离开了蓝燕，但是这头号消防员的称号，我可从来没承认过是你啊。哎，头号消防员，如果不是你之前对自己要求那么高，你对这个集体这么认可，还有对这些孩子这么用心的训练，我和我的钢铁班也没有今天的高度。蓝燕特勤的头号消防员，我心里有数。班长，能不能不走？班长，你太狠心了。大家也都别难过，我虽然离开了蓝燕，但是我还留在下城的消防队伍当中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来，我们一块儿喝一口。来，来，来，干！一斌啊，
上次你让我调查的幸福里街区古董店失火案，现在已经有线索了，你和我一起去吧。好的，何然。你带我来这干嘛？林聪就在上面的台球厅，我的线人告诉我，他欠了一笔高利贷，一会儿放高利贷的人就会来找他，所以事情的真相今天就会清楚了，等着看好戏吧。一冰，你说你工作能力这么强，完全可以不做火队员的工作呀，可以来我这儿。何然，我再强调一次，我们之间就是合作关系。我就这么一说，我是觉得我们局刑侦科挺适合你这种工作狂的。就当我什么都没说。厉害哥，这下城丁俊晖可真不是白叫的。其实你也不差，准度挺好的。这个母球的控制啊，你得多练。哎，哎，你说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要钱没钱，要女朋友没女朋友，天天在这混什么呀？哥，听说过几天你就成这片首富了。这不是保险公司吗？非要给我一笔钱，等那钱到了，我好好带你玩几天。哎，谢谢哥。林松，南哥，是不是给你脸了？南哥，我正要去找你呢。别废话，欠我们一个月又一个月的钱，到底什么时候还？你放心，你放心，一定还，一定还。何警官，怎么样，弄好了吗？好，你去吧。就是一起骗保案了，还牵扯到高利贷犯罪。就凭这录音能抓捕他们吗？当然了，后天你跟我一起去抓到这小子，诈骗保险公司就会真相大白了。小杨，赶紧吃饭了，都快七点了，再不吃真的要迟到了。这些玩具不要带到学校里去，你要是不听话的话，妈妈再也不给你买新玩具了。妈，这些玩具本来也不是你买的，这是赵叔叔买的。妈，现在赵叔叔为什么总不来我们家？我有点想赵叔叔了，他不来我都不知道我的模型搭的对不对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技术部的赵天乐有钱果。切，这还用你说？这谁不知道他为咱们班拿了消防学会的科技创新奖？就是。谁说这个了？你们俩都不知道吧？我告诉你们啊，这个赵天乐跟徐曼好上了啊！他俩好上了，丹青妈妈和蓝燕技术大拿在一起了啊！哎，你俩可千万千万别忘了他的职业啊！这赵天乐的心里肯定被他拿得死死的。哟，李瑶你行啊，这都让你发现了。
早啊，曼姐。早。哎，曼姐，我今天下午正好休息，要不找个好点的馆子，我请你吃饭吧。啊，不了，你自己吃吧，我今天挺忙的。啊，好吧，没事，那你先忙。大师兄，杨经理，小杨乖，妈妈今天忙，去赵叔叔那里吃晚饭好不好？太可惜了，早知道你今天来接我，我就把上次你给我买的模型给带来，让叔叔看我逼的对不对。哎呀，那你先去赵叔叔那里写作业，写完作业之后，叔叔给你买新的玩具模型，好不好？哇，赵叔叔晚上。哎呀，走喽。哎，这就是叔叔的家。一会儿啊，你先去叔叔的屋子写作业，写完作业呢，叔叔做好饭就叫你，好不好？嗯嗯，乐乐。哎妈，哎，叫奶奶。奶奶好。行。拿着包去写作业去吧。不是，哎，我说乐乐，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才几天没回来，哪来的孩子啊？哦，妈，这是我同事的孩子。哎呀，你说你没结婚，别总把孩子往家里领，影响多不好啊！明白妈的意思吧？妈，可是我跟我同事的感情很好啊。妈明白，感情好又不是那种感情。就是那种感情。你不是，等会儿。喂，曼姐。天乐，小杨是不是被你接走了？啊，对对对对，在我这儿。你不是说你今天忙吗？我就把他接到我家写作业吃饭。那你赶紧把地址给我，我现在就过去找你。哎，好好好好，哎好。哎，乐乐，妈这……哎，等会儿妈，我先去给小杨做饭啊，妈。哎，不是，乐乐。各小组注意，各小组注意，今天的行动牵扯到一起经济诈骗案。所以大家要力求慎重，对犯罪嫌疑人要精准打击。喂，领导，我上午调休呢，陪朋友去汇钱之后，我来找你吧。在哪儿？我在解放路，但你别来找我了，我今天在配合刑警办案。我先挂了。走啊。牺牲哥，啊，今天谢谢你出来陪我汇钱。嗨，小事儿。那我晚上请你吃顿饭吧。哦，请我吃什么？吃。站住！哎，那不是何警官吗？站住！林聪，林聪是谁啊？我邻居啊。李西城，给我接住他！啊！走，看去。站住！站住！你们过来！往哪儿跑？哎呀，何警官，你追他干嘛？他涉嫌诈骗。诈骗？林素，你还玩诈骗呢？哥哥，我冤枉，我诈啥骗啊？哎呀，既然没诈骗，你跟何警官说清楚就行了。这都自己人。何警官，这我邻居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拒捕，罪加一等，所以你乖乖的跟我回去，我算你自首。哎呀，林聪，你哥，你别过来，哥，你跟何警官说清楚。哥，你别过来，你跟何警官说清楚就行了。你还，哥，哥，你救我！抓紧了，抓住了。
救我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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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走！你走！不要！哎呀！近日，在建设路附近的一名年轻男子在抗拒执法过程中不幸身亡。据知情人士称，该男子正是之前幸福里火灾的纵火嫌疑人。据了解，在警方抓捕的过程中，有两名路人曾一同参与行动，后被证实其身份是蓝焰特勤队的两名正式消防员。在进一步了解的过程中，发现其中一名消防员正是该名纵火嫌疑犯受波及家庭成员。张队，情况一回来我就跟您说过了，你怎么就是不相信我呢？队长，队里要惩罚的话就别惩罚西城哥了，救援行动更需要他，要罚就罚我吧。我是在救人，什么都没做错，不需要任何人接受惩罚。行，你们俩还有完没完啊？我这一句话没说呢，你们俩这倒好，一个比一个调门高，干什么呀？事情我非常的清楚，不是你们的责任，只是现在外头舆论压力比较大，有些误会，时间是最好的良药。队里综合考虑，让你们两个人休假一段时间。为什么要休假？为了保护你们。我们什么都没做错，不需要任何的保护。李希成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少在这给我耍你的牛脾气。你给我听好了，要不你休假两个月，要不你就到下城前线到专职消防救援站做一个守岛消防员。给你们一天时间，想好了告诉我，出去。你们俩还吊着干什么呀？出去！干嘛呢？就爱吃这个。启程，臭小子，这小兔崽子，你磨蹭什么呢？啊？张姐，我决定去钱家岛。放心，约法三章我都记着呢。离开的这段时间，你又要辛苦了。好好照顾自己。班长，咱们这次去钱家岛，还能回来吗？我已经不是你的班长了，别叫了。那可不成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我的班长，我会一直叫的。走吧。
师傅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就这儿啊？师傅，你没开玩笑啊？谁跟你开玩笑？赶紧下车换轮毂。走吧。哎，师傅，你们两个，我们，对，还走不走啊？再不走，我开船呀！怎么才到啊？上船吧。不能坐那儿，一会儿风大，把你出海里喂鱼去了。坐那边。坐那边吧。那这儿行了吧？可以。坐好了，我准备开船了。你是不是后悔了？我怎么能后悔呢？我觉得这事情对就是对，错呢就是错。有的时候为一件对的事情，难免要付出一些代价的，对吧？唉，怎么了？你后悔了？我没后悔。哎，方丈，从今以后呢，咱们两个就要相依为命了。无论前方有什么刀山，有什么火海，只要你还叫我一声哥，哥就永远罩着你。是，服从命令，一往无前。好。班长，你是不是晕船了？怎么了？晕船了？我刚路过驻军岛，上面有部队的医院，要不要送你过去看看医生啊？谁晕船了？我只不过是吃的不好，胃不舒服了而已嘛。坐，喝一口。没事没事，再坚持一会儿吧，估计也快到了。好，再坚持一会儿。